女兵上都是新人，非常好的亲朋好友，在今天呢要献出他们人生的第一次，我们是不是同样给我们的男女兵上来点掌声？啊，你们所有的掌声都是代表着大家最热祝福啊！掌声越大声，祝福越多；掌声拍越久，代表我们的幸福会越长越久啊！那么继续要步上幸福红毯，也就是我们南方的主观人。最舒服的掌声，再次的恭喜施爸妈，施妈妈在今天要娶的一个美丽的媳妇儿。好的，那么继续要来隆重介绍的，也就是我们今天女方的主观人卢爸爸、卢妈妈，总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卢爸爸、卢妈妈。啊，今天一起姐姐就欢喜的日子要跟你泡下，天妈鱼汤相聚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最重要的男女主角。已经踏上幸福红毯了，希望大家朋友把祝福都寄托在掌声当中，再一次的祝福，再一次的恭喜博瑞及心仪。那么相信有了所有至亲好友的祝福以及守护，我们这边孩子家人呢，未来的婚姻生活也会更加的幸福，更加的甜蜜，更加的美满。那么放下嘴巴鱼汤停哦，放下露嘴叫好露嘴，放下。我给当路灯。